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志气。今天无聊又来挑战这一台花枝庆次，果然一下来又天井。正常演出，正常演出。现在就是拍个看有没有天井，然后的特殊画面。现在出现这个金色文字对话，如果这不是天井的话也不一定会开，因为很多台友都说被凹过，我也被凹过一次，真的是傻爆眼。还有金字不开的，我看就只有花青是设计这样金字不开，然后那种超大 push 键按下去，妈的打架也没过，然后以为会复活也没有，整个就是吐血啊。看能不能拍一下有特殊的东西，觉得他这个前兆还蛮久的哦，发展。因为我刚才其实已经打了一二十转有了，果然是天井啊，敲烟斗，这个也是很会凹的画面，我也被凹了两三次吧。这个就感觉要开的东西，然后这个就是设计的不会开，到底是鬼岛台湾的问题，还是设定的问题？又打这个伊达正宗，这个也是打这个几乎不会开的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是天井到达了，保证开啊，不开最好，不开的话就成就达成，越天井，哇，好猛好猛，超大画面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会确定进去 ，ART 战机 rush 确定复活。这样也没有算很特殊啊，还是大家觉得伊达正宗打架成功算特殊画面，因为他几乎不会过的一个东西。期待度里，个人觉得啊，期待度里漂亮，这个画面彩虹安心演出，来看会加急转，没意外就是心眼三十转。这台有漏过五六千没过，然后那个是打设定三，然后在其他的游戏场几乎就是天井漏包，不到一百没的那一种。果然又是正常演出，心眼，妈的，看到这个就软掉。三十转，真的超废啊！妈的，你纯真一点六，啊都加这种废物转速，果然三十转结束，好猛好猛好猛哦！这么吵，搞得很猛，让旁边的人都会过来看一下。结果只有三十转，妈妈砸过来。左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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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下子就只剩14转了，获得了21美，好棒棒！妈的，真的咬死人啊！一直很想拍这台的那种动作都拍不到。然后很多那种蓝漆这样连线成功的动作，那个是超难的。最后五转哦，27美。好了，等一下又是无聊的开始了。他说这个天井恩惠会什么高继续率，玩了那么多次根本都腐烂的，难道是我攻略看错？打这个就是输啊，西瓜。准备被杀爆。被杀爆了。拿这个连打也几乎不会过的一个东西。42枚。太猛了太猛了。天井换了42枚。优秀台词，难怪这台我觉得还蛮多游戏场都会放的。难道这台也是员工薪水台之一？各大游戏场必放的一台粪台，就是在骗一些没玩过或是白目想玩的人，想要挑战他的人。先让它自动，看有没有机会打架一下，然后拉回，应该也不太肯拉回，有会拉回就有鬼了，顶多就是开个牌，然后又不给你 RT， 然后你又继续打，然后讯号就一直骗一直骗，然后又不小心被骗到天井，然后又漏不到100米。一直这样无限循环下去。我上次落那个5-6千美也是觉得蛮神奇的，果然是设定三，打起来就是不一样。在 RT 里面很容易加转速，然后跟开牌，然后开牌的时候还是又持续的在加转速，然后那5-6千美落超久。落8小时以上，如果是一般的比较纯真高的五号机，就早就万美了。这个时间就6-8小时就万美。投资了1200枚，全咬光光。等一下，我这边剩大概80枚，再加这边100多枚，打完就弃台，留给有缘人了。さあ、ちゃんと召し上がれ。
干，这台真的美式玩美式倒，怎么那么难玩？然后看别人玩都很好玩，都天五知己，然后狂加狂开牌，奇怪了。都不给我个新手奖，红字红字。那这台它的50枚可以游戏约32转，天井999，超会天井的。然后很多演出也都不一定会稳开，很会凹。真的是很神奇的一台，马上发展，没有连武哦，又是这个废物正宗，零期待度的一个打架，好吧，可以提早下课了。现在147转。快赶快留给有缘人。哎呀，又突然跑这个。对，这台的坏处不能全自动，有时候会突然叫你按123，像刚才这样就逆压了，然后又可能会惩罚之类的。有时候那个123一直疯狂出来啊，也没什么屁用，一直在那边123321 123456 连五绿色干没变色，真的假的？你又要敲烟斗，不要欺骗我的感情啊，不要欺骗我这个幼小的心灵。干，又一打正中，果然又在胡乱的。干，我就不信你这一次会过，又白字。敲烟斗是在敲杀小朋友的，看到打这个就软掉，除非push键有怪东西，也没有。哎，怎么可能过啊？太神奇了啦！你这样我怎么对各位台友交代？我才说你那个很会凹而已，敲烟斗也都是没屁用的废物而已，你就这样莫名其妙给我开，刚才也没有push键让我按，也没有大连，那你这样会过？他妈变谁？哦，吓死宝宝！大只的确定，好险不是黑吧，哇也很吐血，因为黑吧之后你又要在那边打区间。嗯，怎么突然看不到他的白漆在哪里？哦，他有贴标签的啦，有贴标签，那我们就抓他的标签呢。啊，对啦，要等那个出来，忘记了。拍谁拍谁，不要追我，不要追我，小弟知道错了。有时候好像这个开牌还比较好，开牌至少有200枚。他妈那个废物 RT 不到100枚的东西，
然后看会不会再抽选到那个 Rush。这是不是可以全自动的？应该没有一二三吧？印象中是没有了。给它全自动，这样比较好拍。再变色变色，那个彩虹也是蛮难看到的。小弟只玩过一次啊，升格到彩虹，然后升格到红色没过。正常演出，不要太生气，小心高血压。完了，我手机容量又要不足了，剩不到四分钟了，等一下又要来山东山西了。到现在都不升格啊，升格那么难的吗？才蓝色晕倒，再怎样也来个黄色吧，大哥，快结束了，太猛了。对啊，正常要有黄色啊。好了，最后开始204枚，比那个废物 RT 好多了。发射用力放出去，妈的，今天看了你三次了啦，好腻哦。是没有别人的吗？一直看到正中打爆眼，超级小脸，小到只剩一只眼睛，输了耶、yeah ！好，又是无聊的开始，有没有？没有拉回就开一只彩蛋，这台 RT 我也觉得不好进去啊。然后进去通常都很烂的收场，难怪每次传这个影片大家都一直狂骂这台粪台粪台废物台，让垃圾狂咬脱裤，不知道什么叫万美，这台会万美是很神奇的一件事，应该要十几个小时。那目前我这边有200多枚，加机台里面的50枚左右，没什么特殊的画面。再欢迎有冻结特殊画面的照片影片，欢迎多多提供分享，感谢。那这部影片先到这边结束，因为没开牌就是无聊，相信大家应该也看不了那么惨，看这种画面会很想睡觉，太无聊了。好，感谢大家，再欢迎留言经验分享，不嫌弃的话订阅一下。
哎呀，怪怪的，落花而已。看会不会接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乌龟肠，那就真的要结束了。